大家好，我是小亮，这是一张凳子。亮德校长，对不起。傻小了。The black rose shall bloom once more。感觉打雷兹要扛压哎，感觉要等到一件装出来。小兵去一下，各去几只才好清线啊？来问小本，三个全丢后排 ，OK。神榜榜到，草造狗头人来搞笑的。Nice 哦，我是打人会生气吗？你说我配一个狗头人，你说我配一个狗头人会不会生气吗？会吧，很难不生气耶。狗头真的是来乱的，没有不对，哦，保住了，雷兹，哦，雷兹想做事，但我也能到的哦，感觉这边能打。不是，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贪心啊？先打脸上的，拜托。操嘞，妈怎么那么贪心啊？拉扯一下，拜托，有虚弱的，有虚弱的。看你俩问啊！我的妈呀！你在玩个嘚啊！算了，无所谓，反正痛苦的是下路啊。我上路怎么又死了？我操！冰巴巴嘞！剑魔这么好打大吗？没有，但是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就没办法。那剑魔装备已经起来了。哦，挺好的。再推一波，这波中路不好做事。喂，过分了。哦哟，带节奏！哎，看他妈的又要硬送哦，真的是很鸡掰哎！妈重置完之后又送，真的是他妈的贱人哎！我刚看他没有专精哎，妈根本不会玩的。
哎、欸，看您拿嘞！啊，受不了了！也还行，人头给豹女，感觉比给剑魔好一点。哎呀，太照镜了这波。哦，大师，我都不去往我脸上敲啊！我操！看好痛哦，老爆哦，超痛的，完了，这他妈这老哥又要死了，哦，你怎么就这么能死啊，我的妈呀，
啊！不要再死了，大妈！哎呀，受不了能狙吧，应该不会伏笔吧？拜托，拜托级的，打他超级痛的，应该能狙吧？哇，被插到了，完蛋！大妈 A 塔，拜托，求你了！哦，大妈生气了，有，这就是猫咪，感觉这把真的是必须得讲了，感觉是中下差距。那辅助角色也差太多了，因为狗头人跟猫咪在中后期的那个的强度真的差太多了。哎呦，大家都给我赞呢！哦，知道谁在 C 哦，四个赞。